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如果我问你什么，你是否想到妈妈梦中的惊奇？如果那是一个你不熟悉的家，你会不会把善良当作路牌？如果这是一个国家的未来，你是否让它酣睡，不再彷徨？变形记，爱到最美是陪伴。每周六12点，会员抢先看，加入芒果 TV 会员，解锁多面人生。这几天一直下雨嘛，一直在下，一直在下。然后随着一些那个水坝和桥啊都被冲垮了，然后那边都发洪水，还有什么房子倒塌。喂，喂，妈妈，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呀？啊？不是说你正在吃饭吗？没有，没有。你明明就这么说的，然后我问你。有没有说，然后你迅速就挂，然后我在打字的时候一秒钟就挂，什么意思啊？这几天一直下雨嘛，一直在下，一直在下。然后随着一些那个水坝啊和桥啊都被冲垮了，然后那边都发洪水，然后我们这个山上面庄稼也都被冲坏了嘛，就反正危害挺大的。还有什么房子倒塌，我们家兔子都是，原来有11只兔子，然后都被淹死了，都被雨给冲死掉了。哎，变形记真的，看别人好，当自己当上主人公的时候，我就希望全国的观众朋友，不想看这一集，真的直接跳过。太苦了，真的，希望吴亦凡可以空降变形记，跟我握个手，再把他打一顿，我就出名了，我就成为全国第一个打吴亦凡的男人。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删掉，删掉，删掉，这一段删掉。不能删。吴亦凡的老婆们，对不起，刚刚弟弟开了一个玩笑。说每天很无聊，是真的找不到事情做了，想找一个人打架，找不到，也打不过你们剧组的人。每天唯一的乐趣就是吃东西，可是没有吃的，你知不知道？没有电就没有吃的，家里面有吃的都是生米。生肉，没有生肉，哦，说错了，没有肉，生菜。很饿，哎，痛苦。阴雨连绵的天气导致整个村子停电，家里不能做饭，爸爸只好叫一鸣去镇上买午饭。戴了个绿帽子，要想生活过得去，头上总得戴点绿。都苦啊！一下雨没有饭吃，整个人是崩溃的。我搞不懂，不是说西北这一块很少下雨的吗？怎么突然会下那么大的雨啊？萧敬腾来这边了，绝望啊！为了吃上一口饭，还要跑到镇子上面。啊！闻到了一股饭的味道，好香啊！终于看到一家饭店了。老板，这边有什么？面。什么面啊？炒面。炒面。嗯，炒面什么价格？1/12。一份12。嗯，我买3碗，能不能1/10块，30块钱行不行？行，36块。35行吧？行行。就3碗行。好。
马上饿死。我要在三分钟之内把这碗面吃完。这已经是我人生吃过最好吃的炒面了。行，老板，谢谢啊。这家老板真的是良心啊，12块钱吃的太饱了，真的。良心卖家给他一个5星好评。去屋子里面啊，还有一份大伯的，大伯呢？你吃的啥呀？我吃过了，吃过。你吃什么的？我吃的也是这个。还有大伯的这个，他带出去了。这已经是我人生吃过最好吃的炒面了，最好吃的炒面。不好吃。都出去出去。看看你们这里面的欢声笑语啊，哪像是工作啊，完全过来度假吗？想不到这个世上还有你们这么好的一份工作，就是每天吃吃喝喝，吃吃喝喝。让小朋友哭一下子啊，说明你们在拿相机拍几张他的丑照啊，放到网上当表情包。哎，这样一想，你们这个剧组工作真的是美滋滋，爽歪歪呀！我便衣姐就为要到你们这边工作。好，给你铺好是吧？啊，对，我就想。哎呀，我的妈呀！好了。哎呀，我受死！哎呀，我的爷爷！你要穿厚点了，我感冒了。啊，行。红雨到底我可点不跑。啊，我可点不跑。不可能跑了，我们家挺好的，每天。应该我妈带她出去玩吗？你妈带她玩，她可带要摄像去吧？对啊，都有。一过这摄像摄着呢。啊。每说一句话，干什么动作都知道。对。24小时每天上班。对。写这人都是正式的吗？他们肯定都是正式工作。他们干了好多年，编译拍了10年，这年是第10年。我看他们比他太辛苦，这个厕所让他们坐。啊，上厕所他们还要跟着。都知道一出这个门，他们就要拍。咋的？咋的？找到你了？几十万个人选我一个。啊，那这个倒是学的，因为你长得还可以，个子好，还有五官直接都好几万人选一个，你想一想，哎呀，就是的。村里山体滑坡，为了安全考虑，爸爸准备在家里做饭，找出了好久没用的炉子生火做饭。怎么生火了？倒点汽油啥？啊？汽油带点汽油。倒汽油？倒一点，少点一点，不烧不着。现在倒吗？啊，那倒了个菜菜上。倒一点啊，点个菜。倒一点就行。好，不要。会炸了。哇！放火烧，材料不用再放，就等放点菜吧。
烧一烧，你再这样烧下去没了。就是，走呀，行了，你拿个碗回去吃去吧。 那你们呢？我们从煮，你快吃吧，回吧，回吧。你们重煮啊？你不管我们这个拿啥，这个拿回去。你们煮面啊？啊，你快吃，回去，你快吃饭去的。感觉他可能说是为了顾及我嘛。我一开始想是大米嘛，然后爸爸说那一做三人份的大米。 大米洗一洗，大米，嗯，而且这种天就洗大米了。那少，这太多了，够他三个人吃就行了。然后做了三个人的份，他们说他不吃，然后要吃面条，觉得我爸好像不太喜欢吃大米吧，那边可能更喜欢吃面条一点。 下边，啊，下边水，水来。把下面水，陆地都要把它扫一下。啊，找我的村长说，因为下雨嘛，然后泥土就松掉，都塌下，塌到公路上面了，让我过去帮他一起把土给铲掉。因为好像整个镇上就我一个，就是说年轻人，20岁左右的年轻人，其他都是要么很小的孩子，要么就是老一点、老一辈的，除了我干，还有谁干啊？ 干完这个活，我10天都不想动弹一下。其实最难搞的不是这个土，那土上有草，你知道吧？那草就特别重，铲不起来，那粘在一起的。哎，累不累？累。 累也得干，这活非完不行。哦，累也要干是吧？对，不是这个人不能走了吗？把人没法走路了。哎，对。你们每次下雨都这样吗？雨大了有这么个。雨大了都要过来铲。嗯。干过这个活不？没干过，第一次干。好干不好干？肯定不好干哦。那你这个生活习惯不习惯？生活在这边生活习惯。 习惯你就满街走走走，长期都住到这儿，不要走了。啊，住这边不走啊？哎，不要走了。算了算了，我要回家吧。就满街走我们村烧着。哎，妈。啊，爸，我问一下，我妈想我了。你妈想你就你妈过来看你了。哎，看一看这个。不方便。再不你留到这儿就。哎，我们村还喜欢你这个人，因为你帮不上伺候这个正是个人手。 哎呀，今天睡眠了。江苏淮安是历史文化名城。
也是周恩来总理的故乡，很多年轻人都会来到纪念馆缅怀总理。而小玉也是来自陕西革命老区，妈妈特意带她到纪念馆参观。挺开心挺高兴的，对周恩来总理的话我只是有片面认识，所以我也想更深入地了解一下。塑像中的周恩来左手扶膝，右手握卷，端坐在一块岩石上，目光炯炯凝视前方，仿佛呢仍在思索着祖国的今天和明天。他清清白白活了一生，走后没给自己留下什么，但是大哥哥的形象在人民的心中，周总理很值得我们学习，是我们小学生学习的榜样。现在了解周总理了吧？参观完纪念馆，妈妈带着小玉去书店买书。此时午睡醒来的妹妹发现家里空无一人。觉得我爸爸妈妈可能有点忽略我了，当时那种感受挺难受的，然后我可能就心里有点不平衡吧。我应该找历史那种吧，我去找找看。宋怀读，等会儿我跟刘校选一本，不然的话刘校会生气，有点生气。他会说爸爸妈妈都是学玉姐学玉姐的。我跟笑笑选了一本，给我选了一本，书特别多。把那个目光多关照我一些，不要经常把目光给别人一些吧。可能跟我哥一样吧，就是比较希望别人多照顾我们一下，就是不是很喜欢，就是不是很喜欢别人忽视我们的。来，给我。请你给我们计算一下。走，回家了。希腊的假多女，其实我也不是特别喜欢。
可能是我来了之后，他爸爸妈妈把更多的关爱给了我，没太关注他，所以他可能比较生气。但是我很理解的，毕竟小孩子生理期很正常。如果是我，我可能也会有点生气吧。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心理是敏感而脆弱的，家长的一个行动，一句言语，就会让孩子觉得爸爸妈妈是不是不再深爱自己。当年的刘一鸣是这样。妈，我很关心你的。哎，我问你啊，初三的时候，我在外面被人家欺负了，你把我阻挡吗？对，就你爸爸做的事。你把我阻挡了吗？你把我找他了吗？把我找个面子了吗？我做好事吗？现在的妹妹也是如此。比较希望别人多照顾我们一下，就是不是很喜欢，就是不是很喜欢别人忽视我们的。连日来的阴雨天气，刘一鸣堆积如山的脏衣服已经发霉发臭。今天趁着天气好，他要把这堆衣服洗掉。先洗白衣服。没有个男生会像我一样，会洗衣服又会做饭。以后谁跟我谈恋爱，那是享福哦，有了八辈子运喽。洗衣服一定要洗衣领，知不知道？一定要把衣领洗干净了。衣领洗不干净，衣服就白洗。别人第一眼看就是你的衣领，一定要搓搓搓。搓搓搓，这是我的错。热恋的时候怎么不说？生活的无奈，我已好困惑。你能不能不要再啰嗦？最好沉默。这是不是洗不干净啊？是吧？我们先洗别的衣服吧，这件衣服有点难洗，这件衣服衣领还是很脏的啊。洗一遍是不可能干净的，要洗两遍，这边先放这边。洗衣服真难，真的，就是有的脏东西真的洗一遍都洗不掉，洗了很多遍也还是洗不掉，很绝望。Hello。让他帮我洗好不好？说我们来比赛，说看谁洗不快。你们下午有事干吗？玩。有了什么地方可以玩？带我过去玩。马帆和马耀是一名来到农村后最好的朋友，今天两个小伙伴邀请一名到自己家里去做客。哎，我也不知道我要变形多少天，我现在很绝望，你知道吗？我现在就巴不得就睡一觉，然后第二天他们就告诉我，哦，你的变形生活结束了，可以回家了。我要请他们剧组每个人都吃顿饭。右边的是我逃跑的路，真的，后来失败了。让你跑你也跑不出去。怎么跑得出去啊？要么你跳下去，真的，是最快的方法了，跳下去。那天我就沿着这条路一直跑啊，一直跑，跑了很久，我跑了一个小时，然后跑到整个人都怀疑人生了，你知道吧？自己回去了还是被抓回去了？自己回去了，被抓回去了。今天屋子是谁睡的？没人住。这通了是吧？哎，哇，多神奇啊！你们基本上都是这是炕吗？这就是炕啊。这是床。这床，我们那边都睡床的。我看看。我们六一的时候。你们六一的时候，长那么大没有跟我爸啊，小时候跟我爸合过照，但是真的初中毕业了就没有跟我爸和我妈合过照。因为爸爸去世。没想到这对开朗爱笑的姐弟竟然会有如此不幸的经历。爸爸因为很早就去世了嘛，然后就剩下我妈妈一个人，然后她给家里种点地，还要照顾我和弟弟，供我们俩上学，很辛苦。其实姐弟俩还有另一个家，他们经常会去那里看看，
因为那里有他们最难忘的回忆。小玉爸爸，我爸爸也是十三、十四年前，也是因为工地上的失误嘛。尊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知道吧？这个就是你们家，哇！真的就是，哎，很老啊，就是真的。窗户是用纸糊的，被已经雨水冲烂掉了，然后门也是坏的，什么都是坏的，里面真的就是像一个破庙一样，真的就像东西里面没有个是完整的。这是我奶奶。这是你奶奶？哦，这我姐姐小时候。你姐姐？这是我姐姐，这是我小时候学工的。我爸。这是你爸？你爸年纪？这个也是。还是很帅的吗？他们姐弟俩就是每回想爸爸的时候就只能看照片，但是他们姐弟俩跟爸爸的合照没有一张都没有，他们真的感觉挺缺少父爱的，都很想跟爸爸就是拍一张照片。小苗把这些照片带过去，也没有这个想法，因为放在这里当回忆。放在这边就当回忆，经常可以来看，经常就是想这边的时候过来看，是吧？因为这里就是和爸爸在一起，爸爸在一起，就会想到和爸爸在一起的时候，但不过记忆也不多，因为那时太小了。太小了，我就跟他们说一定要好好读书，走出这面大山，为你爸妈争口气，就跟他说要坚强嘛，说我也是情况跟你们有点相似，也是没有得到父爱，我妈是老师，她把我一个人扔给我妈来管。你们就想让我变成你们想的人？你们考虑过我心里感受吗？我认为老师可以教出好学生，但我妈没有把我教成好儿子。我现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现在回家就对我最大的尊重。不要情绪激动。你现在给我回家，你不要跟着我就行了。可是你至少还有爸爸，你烦恼的时候你也可以找他，可以和他才行，可以交流。可你不可以怨你爸，因为他怎样都为你好。对，知道，就是每个父亲都希望孩子好嘛，但是可能方式不一样。那时候真的就不想听他说话，不想听他的管教，现在反而希望他过来可以管我，可以说我哪里不好，让我哪里改，然后像我妈妈做了饭菜。以前之前不喜欢在家吃，现在就真的想吃都吃不到了。哎，一个人真的挺累的。因为你要去转的话，就得带校长或者校长沟通一下。所以我希望你陪我一起去。我不想去。一起。我不想去。因为我对学校也不是特别感兴趣。好吧，都长得差不多。小姐姐说她想去我们这边的学校去看一下，天气太热了，然后我朋友也在，然后我是蛮希望等我朋友走了或者是天气好一些的时候再去学校看看。那你要真的不想去的话，那我就一个人去，你让妹妹和我一起去学校转一转，毕竟我出来这儿人生地不熟的，也找不到路。但是妹妹可能嫌昨天天气太热了，然后她也刚睡下，所以不想出去吧。所以我也没有去勉强她，自己当时就一个人去了。所以我认路方向很好，不会走丢。在陕西老家时，关于上学的问题，小玉跟爸爸就有着很大的矛盾。她一直希望能通过努力靠近城市的学校，这一次有机会来到城市。小玉特别想到城市的学校里看一看。我看到一所中学，江苏省清河中学，你应该能进去吧？我去说一说好了。叔叔，我可以去这个学校转一转吗？不可以。怎么了？你看看到学校里面，看来搞那学校领导要联系一下，好吧？这个学校的指导。好，那你给打一下电话。你稍微站着啊。喂，李主管你好，五十门块钱了，那你给我们李主管讲，你讲。
叔叔，我想去学校转一转，可以吗？我就是想来这个学校转一转。他说学校好像正在维修什么的。说让我尽量不要进去，因为他们学校正在施工，所以不方便外人进入。万一受伤了，出了事故责任，还他们学校承担。叔叔，这附近还有其他学校吗？到附正那里，好吧？好吧。附中学校在哪里吗？附中小学在哪里？这什么小学？附中小学。先蹲，先拉十字路口对面。好，谢谢。谢谢。叔叔，我想去你们这个学校看一看，可以吗？我是从陕西省的。我们这边不好进的，是吧？必须得到消防领导同意。卫生这里啊，哎，我门卫啊，一个小孩子在疾病，现在怎么样？是蚊子不给进吗？是吧？啊，那行，好的，好。不好意思，我们消防领导是不给进。我是从陕西，不管是从哪里来，所以农村过来，我真的很想去学校看。消防领导刚刚说的，不给进。叔叔，您可以打过去让我说一下吗？不好说。当时觉得特别无能为力，还有点伤心，不想跟人说话，不想理，就自顾自一个人在那走，在那思考。我理想中城市化，可能每个人都比较好说话，不会太针对我。但是我现在发现，有时候可能别人也是出于工作原因，所以也不会去那么迁就我。上哪里去呢？到这边看一下吧。奶奶，你知道附属一个学校在哪里吗？附中。附小吧。啊。附小就在那边啊。那边拆迁了，我记得。没有。这边。那不放假了吗？确定指这边指导。那就快走，上不动车了。奶奶，谢谢。找到了，保安叔叔，我想进这个学校看一看。啊，什么事？我想进这个学校看一看。可以，你是外这里多么？我是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县的一名农村的小学生。我这回来这就想去这里学校转一转，这是我的心愿。我希望可以转一转，可以吗，叔叔？我等一下，我打电话给。好，请示一下啊。喂，喂，小妹啊。好，谢谢。我们带上。叔叔，我想在这个学校转一转。我这边来这就想在学校看一看，看和我们学校有什么不同，这是我心愿，所以我想看一看，好吗，叔叔？好吧。好，谢谢叔叔。我觉得特别开心，找这么久终于找到了。图书馆真的好大，然后有不同形式的书，这个比我们的装修的更加豪华，也比我们图书馆更大，风格不一样。好多好多高楼，这学校真的很高，面积也很大。这个学校是我见过最好、最豪华、最有艺术气息的学校，所以我会坚持去读书。
通过我自己努力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好的学校。小玉，小玉，我去的学校今天看的怎么样啊？很好的。很好的、啊、对，哦，就是碰了几次壁。你让妹妹陪你来看的是吧、嗯、妹妹可能今天妹妹天气太热了，而且又来了一个小亲戚，如果妹妹有一点疏忽你啊，你不要放在心上，你知道、哦、我知道，我知道妹妹可能有点小性子，我会理解她的。对对，不会为这点小事情生气、啊、我觉得这边学校特别好，教设施啊什么都比较好啊，尤其是图书馆，我特别喜欢这边图书馆，建筑特别好，书也特别多。你比较喜欢读书？嗯，所以说你以后呢要好好的读书。嗯，所以我回去也会好好读书。对，将来考上这样的学校。对。学校的时候，妈妈又去了一趟书店，她记得小玉有本想买的书一直没有买到。哎，阿姨，我想问一下你们这里有没有一本那个叫做人类简史的书啊？有啊。有啊，我给你走一当成父母去对待的，我觉得叫他们叔叔阿姨可能更适合。反正我就叫不出口，我就是不习惯叫别人的父母叫爸妈，有种我夺走了他们的感觉。就是说你呀，还是就是和同龄人的孩子相比，还是比较幸福的，对不对？妈妈几岁的时候就离开你们？妈妈几岁？妈也就一两年前才去打工的。因为爸爸就是身体原因是吧？嗯。哦，所以妈妈每天非常的辛苦是吧？就离开这个家了，对不对？所以说你呢也就理解你妈妈，对不对啊？就是妈妈也很不容易啊，对不对？三个孩子你看拉扯这么大，爸爸也这样，所以说。你爸爸就说有时脾气不太好，对吧？这你要理解他，很不容易的。你妈妈也不容易啊。有一个小狗去找到了，我去，快去叫啊叫！跑那么远，几座山了啊？没有人啊？没有，小狗来了。狗现在在哪？啊，狗现在在哪了？狗现在在哪里啊？快了，是华子。这世界总是有很多不同，我们也有不一样的梦，太过执着让一切变得冷漠，向前走留下的是难过，追一步总会海阔天空，了解比拒绝更容易沟通，伸出你的手抛开主观试着接受，让悲伤在心里永远不停留，如果换一换试着
着走别人的路，也许能明白有些事该要满足、哦、经过那些不足，我们学会在乎，学会珍惜从前来之不易的幸福、哦、如果换一换，站在别人的角度，也许能明白有些事自己糊涂、哦、用心去看清楚曾经犯的错误，告诉你